这么巧啊，这儿在约会呢。这是我妹妹高千烟，也不是妹妹，就是邻居家从小看着长大的小孩子。哦，妹妹，我俩是青梅竹马，你是？行了行了，别这样。我是宋星辰。星辰姐好。哥哥，我脚还在疼呢。那我就让陆群带你去医院好不好？我想我还能再坚持一下。他们是你的朋友吗？这谁啊？你好，唐瑞泽，星辰的大学同学。前男友。我以为前任应该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才是。我以为青梅竹马都是纯洁的邻居关系。跟我说没时间，原来是在跟前男友约会。我没来吃饭，就立刻换一个妹妹，还真是选择多呀。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老死不相往来，只有不相往来。你这话说的太对了，就像我是清澈哥哥的前女友，但也是不是？你别。这里有你最爱吃的牛排，你记得吗？我不想吃了，行吗？哎，哥哥，哥哥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来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，多热闹啊！本来也就该苏队请客，不是吗？哥哥，这里有你最爱喝的罗宋汤，来一份。都可以啊。各位顾客晚上好，本店今日推出情侣套餐，四位要不要尝试一下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是。好啊，免得点菜了。两份。好的，几位有什么忌口吗？我们的一份不要辣，我哥哥不吃。我们这份要特辣，我和唐教授爱吃。唐先生，您现在何处高就啊？哦，现在在大学任教。你和星辰姐大学就认识吗？谈了多久啊？两年。哇，校园恋爱呢，太羡慕了。你不说你有事儿吗？刚刚听完唐教授的课，受益匪浅。挺好，上完课再约个会，挺好的。苏队的约会人选众多，走了 A 还有 B， 何必在意呢？星辰姐，你和唐教授看起来那么般配，分手也太可惜了吧。想从校服到婚纱多完美。是有些遗憾。你的耳环。你的耳环怎么会在哥哥这儿？在他那儿睡了，不小心带回来的。在他那儿睡了？我家沙发好睡吗？好睡啊，就是有点短，腿放不开。是有些不合适，以后无家可归，别在我那儿受委屈了。我那边房间比较多，下次。不用。哥哥，帮我切嘛，我切不动。来，我还记得你爱吃西兰花。谢谢。好啊。啊，哥哥喂我。好啊。好好吃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哥哥，我也去一下。谢谢。没想到，我出差几个星期不在，
星辰姐就把哥哥吃得死死的。缘分到了，挡也挡不住。你这缘分对于我来说年纪有点大。他会的，姐姐陪他；他不会的，姐姐教他。难道要像你一样连牛排都不会切吗？你们是露水情缘吧？不像我，跟哥哥从小就认识。认识这么久了，不是还是成了前女友吗？你知道我认识哥哥到现在，帮他灭了多少狂风浪蝶吗？你不了解他，他只是一时上头而已。要不然，我还能以前女友的身份坐在这儿吗？小妹妹，你们可不像前任的关系。没想到号称一直单身的苏队长竟然还有前女友。你们什么时候恋爱的？两年前。小时候。谈了多久？半年。我也加我暗恋他两年半。哦，来，你爱吃的。谢谢。那苏先生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暂时没有。我从小啊就打定主意，这辈子非哥哥不嫁。要不我们复合吧。要不就这样吧，别演了。你看我哥哥就是那么高冷，那么难追。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。